今天你约会的时候会像平常那样无理吗 ？No， 而且我发现，在第五步 sex 的部分，坐落在马达加斯加的猫。什么意思啊？马达加斯加的猫是动物 sex 界的翘楚，一日四次，每次一小时，那话儿有十八公分。18公分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有18公分啊？不信啊，画三分钟。不要闹了啦，子涵，我刚来租屋的时候，你不是有说你会转世命盘什么鬼话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闭上眼睛，听我数到三，你就会进入轮回之地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试试看，我会少一块肉吧。一、二、三，你已经睡着了。你现在不可以给他算了，霍尔。哎呦，李子涵他算的方式是，为什么要剥胸部啊？哎呦，我去拿备用钥匙。李子涵，你不可以碰我的女友，李子涵。啊，阎罗王，您今天穿的很帅耶！孟婆啊，你卖这孟婆汤啊，我赚足多钱了。哦，咱阴间的福利啊，愈来愈倍增，科技嘛，愈来愈发达啊。既然我立了功，那我投了3000年的离职单，你找到新的孟婆。找得到啊，你会当去投胎啊。来，这样是你工作3000年来的退休金。谢谢阎罗王。原来你是孟婆，我看到孟婆了。哇，我来救你了！你跑进来干嘛啊？没事，没事啊，你们继续啊，我先退了，没事。所以波尔是唯一只有第一宫的女人，只轮回了一次啊。难怪之前我不过煮个汤，就喝的人全部都失忆了。切记，你是不能煮汤的女人。但命盘总共有12宫，她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小蚊子啊，你知道唯一能够破解你8天魔咒的人就是他啊？哈？我？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呢只轮回了一次，所以没有其他11宫，你不会冲突到他的命盘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就不会被我这8天数字给影响。恭喜，波儿姐姐，原来你才是我的希望和救赎。别傻了，我才不会救你。谁要当你的救赎？讨厌。
你说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谢谢你，我终于找到我破解魔咒的方式了。没事没事，小事小事。等一下，你摸波尔熊不了。